好，今天下午民众党立委包含说林国成还有张其凯都来到了基隆来力挺谢国梁哦。那民众党立委张其凯就喊出说，其实民众党都反对政治性以及报复性的罢免，因此今天下午来代表党来力挺谢国梁。不过谢国梁在表示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他说啊，他其实之前在听到黄国昌在专访的时候特别来替他声援，他也表示非常感谢，一起来听他的最新说明。我对于黄国昌总召的乡亲，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多次都说过，我们支持柯文哲主席用行动捍卫自己的清白。对于他目前的情况，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难过，也希望能够声援他。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秘密，我们两个是率先，结果有四个人跟我们坎布练说，为什么他们不能来？其实。到最后，其实我们全党一致支持谢国梁缓罢免。好，可以听到，另外也被问到了这个谢国梁，也表示说，其实啊，柯文哲现在被羁押，不过、他也不觉得可惜，他是说希望来力挺柯文哲来捍卫自己清白。